有的一直在掉线了，哦，那也没关系啦，哈、哦。其实学习本来就是人生不断的路了，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看哈、我们来接下来看，接下来看剖面图啊、哦。那剖面图其实就是把它切开，然后包甜的包咸的唔知，切开来看，其实营建工程的很多东西其实要看剖面图啦，它细部的材料、空间大小，哈、哦，都可以从剖面图看得一清二楚。好，一样是刚刚那个模型的图，你从这边切开之后，来把这前面移掉、移开，就可以让你切到楼梯。好、哦，那你看到这些屋顶板、斜板，这是窗啦，没错，这是窗哈、哦，是不是挂瓦？我不晓得，哦。有的是做挂瓦条啊，不过这个要看更细部的图面，这是楼梯，啊，那楼梯的一些铺的方式啊，那这个图面画起来有一点点问题，它切的是在这一边，啊，那一边的话就这样就对，好，那如果不是的话，在这一边这个就是虚线，如果切到这一个上的位置，这个起大家你切的接下去。稍微讲是要切上的部分了，你这边就看到剖面线，这边就是变虚线，所以那前后关系要弄得很清楚啊、哦。好，那它可以让平面跟立面不清楚的地方，好、哦，所以平立剖真的是三大要件的哈、哦。好，那说明空间的变化、内部的结构、施工材料跟施工的方法。好，那再介绍一下全剖面图，表示建筑物的室内空间的变化。哦，还有内部设计的概况，那像它结构单元的配置啊，柱梁板墙，啊、哦，楼板之间的间隔，楼板的高差，还有个别空间的使用性，哈、哦，都可以在全剖面图里面看到。好，它的内容我们大概有哪一些？第一个剖面的状况，那跟地界线、建筑线的关系，还有高度限制线，这三种线要注意一下。还有高度限制线，它。跟面前道路宽度1.5倍的高度延伸的长度，那就要注意那个东西哈、哦。那一楼楼地板，好，不地皮，一楼楼地板，好、哦，跟基地地面的高差，各楼层的高度、女儿墙高度、建筑物高度、屋土层的高度、建筑物总高、地下室开挖深度，从剖面图都包含了。好、哦，这边都可以从这里看到，立面图还看不到里面的一些细部。立面图看不到地面线以下的部分，立面图是不交代的，从剖面图就看到了啊、哦。那各层量深、量底、净高，好、哦，板底净高，好、哦，很多净高都要量出来、标出来。那壁叠层的高度、涵盖的范围、保护角要画出来，好、哦，这就是两张不同的剖面图，一个设计用，一个施工用，看出它差别了吗？设计就看你看到哦，这边前面是一个天花板，你不注意看，以为是一个整个结构体了哈、哦。那事实上，这个就是一个天花板的空间，装了吸音材料，这施工嘛，这屋顶的一个防水的一个做法。然后这边是其实事实上砌斜的，啊、哦，这应该是采光啊，应该是采光窗哈、哦。那这边这个是施工的细节，那、啊、从这边看哦，这个是栏杆，然后有一个这节墩的高啊，其实楼板没有那么厚了。啊、哦，那这边又做一个梁，啊、哦，你们看到？好、哦、啊，那建那个施工图就要交代这个墙基础怎么做，这是墙基哦，那底下这个地板是怎么做？好、哦，那这个只是告诉你地面先画一条粗的线啊，这地面以下啊、哦，这是设计的概念，剖面图。哦、OK，好，那剖面的主要载明的内容，第一个各项退缩线、建筑线、境界线、建筑线、高度限制线。再来结构断面的情形，哦，剖面位置的梁板墙断面的情形，就是它所有的断面。我们讲到断面，其实大概就是板梁柱墙嘛，四个单元嘛。好，那它是断面的情形大概怎么样？那开口的部分，门窗大小，这是剖面图要载明的内容。好，那外观的造型你可以看得到，像这就是总剖面图，这是筏基，地下开挖一层，对不对？它这边第一层是300EFL，下来是300BFL。好，如果有2层、3层，现在都不太可能只开挖一层了。好，连续都做连续壁的嘛。
好，那也很少只有做钢板桩支撑呐、啊。那钢板桩一块钢板桩的长度大概是3公尺嘛，加2公尺就5公尺了嘛。那现在连续壁大概都做到20几公尺了嘛，所以差不多可以开挖到12米，对不对？12米差不多地下3层，差不多是这样了哈、哦。那开挖深度刚好是在连续壁的一半嘛，所以 OK 啦。哦，所以现在做差不多是这样，一道来讲，上面大概盖16楼左右，16、20楼左右，当然看容积比呀、啊，好、哦、看容积管制是它的容积可以盖了多少来决定啊、哦。好，那剖面图主要怎么内容？一个外观造型啊，外观会看到花台、窗台、好、哦、阳台，好、哦、它的尺寸。那建筑物各部的高度，包括我刚刚讲的，譬如说屋土的高度多少？地下室阀基的基础的深度，然后地下室的高度，啊，地面层的高度，啊，标准层，其实图面是有问题的，啊，这是我画的啦，啊，现在一楼的高度他讲了420，有的住宅那个有的住宅圈要求他要3米2，标准要3米2以上，一楼要4米2以上，好，那看地区地方法规的规定哈，OK，这跟各位简单谈述一下哈，这是在跟学生交代说，这个从剖面图怎么绘制比较快速了、啊？好、哦，这是用这张图哈、哦。好嘞，那 材料使用用什么材料？这一看到 RC 材料嘛，好、哦，这个都用 RC 墙哈、哦。那隔间墙的部分，有时候会标示会有一条线断掉，它就墙壁是不一样的。好、哦，线的符号截断之后，就代表哎，这个东西材质跟它是不一样的哈。哦好，那全剖面图我们常看到观念错误的观念是这样：第一个，视图空间的观念不足，剖切的位置剖的不对，那表达的东西出来讲了就，我们讲说讲话讲不好会绕口，好，那讲起来就不顺畅。那图面也一样啊，你切的位置不好，看的交代的不清楚啊，那一张图就没有说得很清楚哈，那你还要别张的图再来说明，在图面的尺寸的解读，好，再来门的位置。再来绘图的顺序，好，这是常看到他们啊没有弄好的地方哈。好，那这是剖面图的介绍啊，OK，好。